Hello， 各位大家好，玩腻了市面上的宝石方块消去游戏了吗？2011年度台湾开发商 Easy Mobile 全新推出的宝石游戏 Bong Bong Dreams 将能满足您的游戏需求哦。游戏画面充满绚丽的科幻风格，搭配全新的粒子爆破系统与特殊回旋引力功能，是一款前所未有的宝石爆破游戏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游戏画面，游戏玩法很简单，只要点击相同颜色的宝石进行爆破，并且维持生命度的强度，随着时间的加快，宝石进入会越来越多，千万不可以让宝石填满你的荧幕哦。接下来是特殊宝石的认识，首先是连消宝石，我们看到画面右上角的那一颗红色宝石上面有着数字，代表我们要针对画面上相同数目的宝石还有相同的颜色进行完美的消除，否则那颗有数字的宝石会变成石化宝石哦。接下来是石化宝石，我们看到右上角这一颗橙色的宝石，它外面包着一层石头，代表说必须要对这一颗宝石进行多次的消除。接下来是特殊道具的认识，首先是血钻石，我们看到画面的左方有一颗带着锁链的红色宝石，它就是血钻石。在限定的时间内，只要对画面上任何一个颜色的宝石进行六次的爆破，就可以使血钻石爆裂。那如果没有在限定的时间内爆裂的话，它一次就会涌入十颗不一样的宝石哦。接下来是白钻石，我们看到画面右下角有一颗特别缤纷的白钻石，在限定的时间内，只要对画面上任何一个颜色进行五颗的爆破，白钻石就会额外再帮你爆破八颗宝石哦。最后是绿玉宝石，我们看到画面右下角有一颗看起来很危险的绿色宝石，在限定的时间内要做七次的爆破动作，那如果在时间内没有解除绿玉宝石的话，画面中的宝石将会大幅度的漂移乱跑，会变得不好点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炫彩夺丽的感官新享受 Bong Bong Dreams 吧。